人间进入了末法时代，战火啦，轰炸啦，美满的家庭啊，那瞬间啊，寡妇孤儿啊。Там дуже страшно. Подвал. Ночью спати, ми дітей спали у діті. Постійно підвал, постійно погреби, постійно постріли. 要救济灾难，这一波逃难人，我们要如何付出？所以，这就是我们大家共同要努力，呼吁国际间呐。人人呢，用爱点滴点滴汇合起来。When you're ready,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both to sign respective MOUs. 这次是一个规模比较大，而且正式的一个MOU 的这个计划。We share a common aspiration and commitment to alleviate suffering for the most vulnerable, especially children and women. 不分宗教，国际的。慈善机构，我们大家要汇合起来，我们要如何给他健康的身体，可以去安抚他们的心，照顾他们的身体。很多物资都是靠社会大众捐赠进来，那红十字会的志工们根据所有的物资来打包成一袋一袋，让这些人能够吃得饱。因为这些妇女都带着小孩子出来，所以小孩子的食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。最重要就是要慕心，唤醒了人人的那一种沉迷的心，要唤醒人人呢，启发爱，点醒他付出一念爱，这个虔诚的爱心，阿弥呢，人间才会当祥和，地球才会当平安啦、啊。帮助。